我覺得天父咧好愛我嘅，因為咧係俾到好錫我嘅爹哋媽咪啦，又俾我學到琴去侍奉上帝。好靜啊，你點知道天父好愛你啊？你都冇見過佢。我喺聖經上面知道，因為耶穌喺天上面降落嚟，仲釘十字架，留下寶血赦免我哋嘅罪。6岁嘅小朋友理解同埋专注咧都好有限嘅，所以我哋咧要用更多嘅爱心教导佢哋，尽量将基督嘅爱以生动有趣嘅方法，令到佢哋咧更加容易明白同埋理解。长大之后就可以有智慧同埋爱心去面对呢个世界。中小级嘅同学啦，基本上就好动嘅，多表达自己嘅意见啦。咁做老師嘅都會喺唔同嘅題目當中啦，配合翻佢哋嘅長處，讓佢哋都有機會表達自己嘅意見同埋自己嘅睇法。小朋友咧可以透過唔同嘅活動去探索佢哋自己，但如果我哋多啲用天父嘅眼光去睇，去愛佢哋，其實可以發現咧，每位小朋友裏邊咧都有好多天父送俾佢哋嘅禮物同埋恩賜。作為家長同埋導師嘅我哋，可以多啲幫佢哋一齊去發掘噶。其實對住小朋友咧，有兩件事非常重要嘅，就係、是、愛心同埋忍耐。當然啦，我哋仲要走入佢哋嘅世界裏邊。點樣走入裏邊呢？就要主動多啲關心佢哋，同埋一齊玩啦。當玩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好容易同佢建立關係。當有咗關係嘅時候咧，我哋更加容易咧對佢作出教導同埋幫助。